哎，我昨天上网算命，这个网络算命的告诉我，放手去做就对了。妈的，大白痴啊！害我算了3个多小时，给我讲一句废话。不过好歹啦，你给我一个灵感啦。毕竟我也是咱们朱公村蓝鸟大学国文系毕业的，蓝大的哦，真的很大哦。从这个校门口走到福利社大概要3天吧，我就说开车啊，什么？学校在哪里不知道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台湾现在鸟大学一堆哎，老师，哎，这位同学，有必要这样子吓我吗？对不起，老师可能不太认识我，所以我不用跟你介绍我的身份，我只能再三的说声抱歉。因为我突然听到你说你是蓝大的，我最喜欢蓝大的菊花了。啊，这朵，这朵，这朵，来来来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全部坐全部坐，你们这些 LKK 的啊，今天我来教你们新兴人类7年级的西哈珀国文，嘻哈是不是？这不用你教了，我每天都嘻嘻哈哈的，差你个鸡柳掉啊！嘻哈，好啊，干嘛呢？我觉得这个老师在耍我，我非常变态，不要冲动。现在7年级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，忍耐一下就好了。好。啊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先来试试你们的程度到底是到了哪边哈。首先，我们要来造句，第一个字，你，基本上7年级是不会用这种甲骨文的哈。那谁先来？我先，造句啊，你是不是啊？你娘有甲骨文？不对吧？我好有礼貌啊。老师，我也会的，你，你。你老爸那天在手上老卡拄着你娘，差一点要给你娘打死。一点创意都没有，老师，不要蓝鸟他们，只有我最好，我是好学生。造句，您是不是？您知道吗？我是一个 gay。Oh my god！ 拜托，求你们不要把这些故宫级的古董笑话拿出来讲好不好？他拄啊要讲重点，你要都下课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啊，各位同学啊，既然呢、啊、我们的下课钟响了啊，所以理所当然的，你们今天第一天来上课啊，你们的学费啊，每个人哦、啊、交10万块给我就可以走了。现在干人苦啊，安那的怎么呢？恁7年级的代志拢安尼啊？阿平、阿仔，回来！说嘛，什么代志那么怪？7年级，我7年级也是跟人家的老伙也是反冲的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呐，不如哈、哦、来去上个网咖，来去打打电动，找几个损友出来唱唱歌、跳跳舞、摇摇头。讲那么多，还不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啊，真还苦呢，